经跟你讲过多少次了，今天再不交足就不行。哦，好，要是不给点厉害，你看看不明白。吴良臣，行，拿我的名片，把这个东西给我送到县衙门里去，对他们说，什么时候把斧子交出来，什么时候再放他啊。不不，老爷，老爷您开恩吧，我不是不交，实在是没有的交啊。我爸爸病在床上快一年了，我大哥又被拉了壮丁，老爷您可怜可怜吧。三妹，你这是干什么？求他，你求他有什么用啊？他吃了你连骨头都不吐。王老二啊，什么？你说什么你啊？你忘了你种谁的地，你吃谁的饭呢？我吃我自己的力气，我吃谁的饭呢？那么地呢？你种了谁的地呀？好，从今天起这个地我不要你种了，你凶好了啊！可是这个地是我的，你的？谁说那块地是你的？是谁说给你的？你是为了嫁过丽人，你是为了出过汗的？你的地？呸！老王，你疯了！三妹，你过来。关了就关好了，老子今天就是不交。啊，你反了，你反了，你这啊，吴良臣，别跟他废话，马上给他送到县衙门去。可混蛋，没有王法了，跟我的老子老子起来了，这个混账东西啊！你骂哪个你？我骂一个无法无天的东西，可王八蛋！你骂我，我就骂你！你骂我，三妹，你不要好话，疯了！哎，停一停，对不起，停一停。不行啊，这个样子不行啊，小李。你这个身量太没有身量样了，你没有气派，没有架子。你要知道，你是有几次挺地的大身量啊。队长，你是说我不够气派，可是你看我穿这样的行头，他怎么会能有气派呢？你的服装呢？谁知道叔叔还没借来呢。服装狗，怎么服装还没有借到啊？你后天就要上演了。去借了，家家都不肯借，他们说华局是马人的，是马我们生两的，都不肯借。好好，再去借借看，再去借借看。小鱼啊。啊。你再上一层台阶。啊。那种哀求的声调很好。老赵。嗯。你那句话必须要强调才行啊。你是为他下了力，你是为他出了汗，要用力啊，这是那个戏的主题啊。老赵在打小李的时候啊，大家的声音还要喊高一点，要坚强一点。各位同志必须要努力啊，这个戏后天就要上了。好好，再来个，再来个，再重新来过。Thank you.
你不高兴吗？高兴？我怎么不高兴呢？我快活的都要炸了。八年了，现在我们要回家了。我要回去，我要回去，回到我的故乡。我要回去，我要回去，你把我
一样。可是我们就要回去了呀。不知道现在上海变了个什么样了？变，上海一点没有变。黄胖子不是来信说吗？上海还是和八年前一样。哎，小鱼，你高兴吗？这下子我们可以痛痛快快的工作，也可以安安静静的生活了。老赵，你可以回电影公司拍电影、学导演了。哦，对了，小鱼，你也可以跟你整天整夜想学的舞蹈。嗯，我要学舞蹈，我要学芭蕾去。老赵，我们回到上海住在哪儿呀？我们一到先住在黄胖子家里，他现在在上海演话剧，听说红的都快要发紫了。快的要找了一幢房，我要给你找一小家，一栋小洋房，哇，真的香！就在法国旁边，我挺喜欢那一带马路两边的法国梧桐。在房子前面还一块小型草地。让你安安静静的住在里面，再不让你吃苦，再不让你生活。回来，你什么都预备好了。你跑出来接我，我们两个坐在草地上喝着茶。你的朋友都来，在我们的草地上喝着茶，谈着天。那个时候他们也都生活得很好，很安静，很舒服了。一年两年之后我们会有一个小 baby，草地上跑、跳、叫、翻身。哎，小鱼，我们睡吧，小心着了凉啊。我们回到上海之后，第一件事就是要买一张大床，足够两个人啊，不，三个人睡的大床。再不睡这个倒霉的上下铺了。
32，海棠30号就在前面。162，到了，就这儿。黄金，一个胖子是住在这儿吗？请问有一位姓黄的胖，胖子，你是问黄金，那个唱话剧的黄胖子？对了，他住在八楼，这个倒霉的胖子。这么高，背上这么胖，也不知道怎么爬的。Yeah.
让开。我找一位姓黄的，哎，黄金先生。哎，胖胖子，胖子，哎嘿，哎呀，老赵啊，你什么时候到的上海？你这小子，快上来，快上来，快上来，快快快，来了来了来了。哦，别忙别忙，我放梯子下来。慢着慢着，好好好，慢着啊。慢一点慢一点，当心。老赵，你快一点啊！来来来来，上去上去上去，慢点。哎呀，老大你可回来了，你可吓死我们了，我的宝贝儿啊。还好老赵你还是那个样子。哎呀，八年了八年了。哎呀，好，用不着介绍了吧。这是小姨，这是黄胖子。哦，是我们的小鱼啊。修养修养。哎，老赵、啊、有你的，你们重庆话要得。哎，请坐请坐请坐。胖子，这就是你的府上啊。哪里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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把东西放下，把东西放下吧。放下放下，当心低头。我们的房子矮了一点儿。别动老赵，别动。你们要当心地方小，你们得上下左右前后都得照顾着点儿。弄惯了就好，弄惯了就好。这倒蛮有趣儿的。哎，老赵，你当心头啊。哦。哎呦！哦，我来介绍介绍，介绍介绍，这是文志斌，文老太爷，文老太爷，这就是我堂空里提的老赵。这位漂亮小姐就是赵太太。好、哦、文老太爷。你别介意啊，她就是这个脾气，不开口一天难得说一句话，天生的悲观主义，什么事到她的眼睛里都得痛哭一场。人呢却是一个好人。哦，她也是咱们同行。哎，她呀一直想演小生，可是头一次上台啊，导演就派他演一个老头子。他一共演了42个剧本，也就演过了42个不同的老头子。哎，小姨，把脸盆拿出来，我们洗洗脸吧。算了吧，老赵，等会儿再说。不要紧，不要紧，有水有水。可是，这八层楼。不要紧，我自有办法。
给你吧，小鱼。好。开水来了，开水来了。这个就是我的升降机，不用说水，就是吃的用的，排骨面、茶叶、鸡蛋，也全由我下面这个供应站送上来的。胖子还是这么顽皮。哎，你们俩倒好啊，一个悲观，一个乐天派。对不起啊，我们老太爷，我们吵醒了你。没有的事，我已经睡了14个钟头了。哎呀，小鱼不得了，你真了不得。什么？你叫老温开了口，他已经有3天没有说话了。开门来。哦，小吴回来了。小吴？吴飞。你们不知道，他是我们剧团的，他也住在这儿。什么？还有一个。青天薄日，为何将门关起？小吴，你看看谁来了。是老赵啊，是演光绪皇帝的老赵，你该认识他这副面孔。这是老赵的太太小鱼。不对，不对，可不是，他们由重庆来，刚下火车。重庆来的没这样的，重庆来穿的全是新西装、新行头。坐大汽车。哎，小吴，你别忘了，我们也是干戏的呀。怎么，重庆做艺术工的也都是那么穷鬼啊？老赵，握手。小鱼，握手。得得，没说的，我请客。今天我请客。你发财了？我告诉你一个好消息啊，今天剧团的发薪了。发薪了？别急啊，胖子，你的我也给你领来了。咱们俩一共是350万CRB，合成老法币一共是17500CNY。拿来。什么？钱呢？还对不起，一出门的时候啊，就碰见个花旗特了。哎，你们看，全部美式配备啊，一共才花了12000元，你们说便宜不便宜？哎，可惜啊，可惜这双鞋啊。买到了，你这小子，现在还有啊，现在还有5500元老法币，咱们还可以足吃一顿。老赵，去乘务站去吃，你说好了。好、哦，哎，小姨，我看第一件事，我们还是先出去找一家旅馆吧。旅馆？你们到哪儿找旅馆去？上海的旅馆家家都住得客满，就是你们找到了也住不起。我看你们还是在这儿将就将就吧。可是这儿，你放心，我有办法。温老太爷，对不起喽。小驴，你睡在温老太爷的床上。老赵，委屈你，你睡在床底下。温老太爷，你睡在我的床底下，我肚子大，钻不下去。小吴、啊，你还是睡你的桌子。OK。哎呀，这个不太好吧？哎，没关系，没关系，吃饭要紧。走走走，咱们老真心吃饭去。我请。哎，对对对，吃饭吃饭，太客气。哎呀，你看你看不出我，着急什么呀？太快快的，时间不早了，我还有事情。哎，吃饭，走走，快快快快快，快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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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真是太客气了。哎，这不老热了。老太爷，得得，老毛病要犯了。我老太爷，你怎么了？都说胜利了就有办法了，胜利了就有办法了。有什么办法？上海满街都是房子，可是我们。哎呀，得了得了得了，我老太爷，我明白。咱们去吃饭去，喝他3斤老酒，你就会高兴起来的。走走走走走走走。哎，这就对了。哎，走走走走，吃饭去，吃饭吃饭吃饭。走，喝酒喝酒，多喝几杯。好了，走。
你还没睡着啊？没有，你怎么也没睡着？不想睡。小姨啊，你想的上海是这样的。哦，小姨啊，明天我们一起来就得去找房子哦。可是老赵，我要先去洗洗头，弄弄头发。嗯，我也要去理个发，我要穿上我那一套唯一的西装。你也看到最好看的衣服，别忘了这是上海哦，可别让人拿咱们当苦老看。小姐啊，刚才最好是怕我压低的吧？早想好了，我这两个，这是我们的结婚戒指。我们先把拿出来见证局再说呀。好吧，明天我们正式立法，完了买个报告，拍个报纸广告，一家一家去找。哼，你要找房子，老赵。要是你找到了房子，我十五大厅黑啤酒给你。又是一间客厅，哼。这是一间厨房。房租倒很便宜，只要4000块钱一个月。你听见没有，老赵？只有4000，胖子他说。不过这个顶费倒不小哦。顶费？顶费就是押租。哎，多少？顶费跟押租不同，是不交还给房客的。这房子的顶费是25条。二十五条？二十五条什么呀？25条金子？怎么？
25条金子。哦哦哦，是的是的，25条金子啊，25条金子。25条金子，哎，好的，再见再见再见。哎，对不起，老先生，请问你一条金子是多少？一条就是10两啊？怎么？那么25条金子呢？就是250两啊？怎么？没什么，没什么。25条，250两金子。哎呀，我的妈呀！天下哪来的这么多钱呢？公寓2间，店位俱全，科技连让。这个房子是朝北的吧？嗯，朝北好啊，见不着太阳光，下去顶凉快了。房子矮了一点，嗯，房子还好啊，冬天不知道有多暖和呢。这种公寓房子为你们年轻夫妇住，真是再合适也没有了。几平？3000。3000？哦，不是，我是问你要要多少顶费呀？是啊，说的就是顶费呀，3000美金。3000美金？哦，3000美金，便宜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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然便宜了，贴本生意呀。我们不像做房产生意的人那么狠心，都自个儿朋友了，算20万的还好意思算吗？不过可得要美金呐，这个年月只有花旗票子靠得住。好吧，我们再考虑考虑，我们再考虑考虑。没关系没关系，你先生要不要都没关系，自个儿朋友都好商量。好，再见再见再见。再见。哦，还有一样，咱们可得把话说在前头。你们住是可以住，可是我还有个条件。条件？嗯，你们可是不惜养儿子。看样子胖子的话对，房子是不容易。不要悲观，老赵，说不定这个就有希望。我们本来希望太高了，我们本来不该想住那么好的房子。不知道为什么，我好像有了预感，我们这个房子是找不到的了。老赵，你总是这样没有毅力。哦，对不起，你这儿是有房子租吗？哎，这报上不是有你们的广告，说是有一间房子要出让的吗？亲爱的子墨，老赵老赵，你房子房子，我他妈的要房子。不找了，不找了。小鱼啊，胖子不是开玩笑，我们这个房子，嘿嘿，是找不到了。老赵，不怪队长说你没有毅力，什么事情都是一股热劲。可我们找了一上午了，你看吧，太阳都当头了，我们找到了没有？人家要条子，要美金票，我们有吗？
我们要有勇气，要有决心，要慢慢找啊。好房子住不起，我们住坏一点的；大房子找不到，我们找小的。总要有良心的人有空房子肯少要点钱租给我们的。哼哼，良心，我告诉你，有良心的人呢就不会有房子空着，有房子空着的人呢他就不会有良心。老赵，你要找你去找好了。哎呦，我是走不动的了。你还说什么要给我找个小家，红的墙绿的黄，还说在家来不吃苦。你别说这些布尔乔亚的话好不好？别布尔乔亚了，你要我怎么样？难道我们还带黄胖子那去洗去睡睡那个上下铺？你不找我，我走。哎呀，小鱼，你听我说，你先别气呀，小鱼。小鱼，小鱼，你听我说呀，你听我说呀，怪人不好呢。自个儿睡到这个时候才起来，还怪人不好呢。你说我怪你，你说说看，我这还成个什么家呢？都12点半了，要茶没茶，要水没水。哎，人家一点钟有事，可是饭到现在还没煮。要茶，要水，要煮饭，可你知道不知道我的老爷、老妈子又走了？啊，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说，叫我跟谁去说去？你每天弄到半夜三更才回来，往床上这么一躺，到这个时候才起来，我去跟谁去说去啊？哎呀，那是应酬啊，不得而已的呀。哎，我也不是没告诉过你呀、啊，我忙啊，我事情忙。哎，这个接收的事情啊，弄得我整天头昏眼花呀。不用跟我吹牛了吧？知道你是接收大员。今天接收，明天接收，你都接收了些个什么呀？都是些这些个呀？这怎么了？有的还连这个都不知道去接收呢。啊，你不是说要跟我接收一辆汽车吗？你不是答应我要跟我接收一辆崭新的小汽车吗？每天在外头鬼混到半夜，把我一个人丢在家里冷清清的，怕也把人怕死了。那我有什么办法呢？有什么办法？楼底下空着两大间房子，找个人家住住也好做做伴儿啊。可是你呀，你狠心呀，你要发财呀，你非要人家两根金条不肯顶啊。哎，那还是非两条不可，两条都还便宜他的。哦，菜你都已经买来了呀，那你为什么不早说呢？嗨，这不是白弄了这么一趟气吗？这哎，好了，哎，不要生气了啊。哎，我的小蜜糖，菜已经买来了，不就好了吗？啊，你瞧着，我来做，我做个番茄炒肉片给你尝尝，你还不知道我的手艺吧？啊，啊，我知道你为什么生气。小蜜桃找我再要一只脚镯，我没给买，是不是？啊，哎，可是你要知道，就没人带两个脚镯的，那不实心的呀。母亲带两只，你为什么鞋脚穿两只，袜脚穿一双？你为什么眼睛要穿两只，耳朵要穿一双？你个吝啬鬼！你别这么不开眼了好不好？我不开眼，你才，你们重庆来的土头土脑的，你懂个屁！重庆来怎么样？重庆来的，哼，总比你那个，
我那个什么总比你那个汉奸丈夫强得多。里头有房子的，哼，房子，我们不妨去问问看呢。要问你自己去问好了，我懒得碰这个钉子。中了，有良心的人不会有房子空着，有房子空着的人不会有良心。你说什么你？没什么。谁说的？这话谁说的？他，老赵。老赵。房子，有是有两间，可是什么？你们有顶费吗？我们
们只有这两个。这个老红有两条呢。哦，慢着，等一等。好，我租给你们。什么？你们跟我来。三条金鱼有没有？什么？没有。啊，来个冻死肉丝吧。对，没肉了。那你们有什么菜呢？刚才有，全有。啊，算了算了，来份盒饭吧。你们把鞋穿上，管管。我们这儿只招待穿鞋的。混蛋，老子爱穿不穿，你管老子？混蛋！哎，你怎么骂人你啊？骂你，我还要打你了啊！打人，打人，打人！你打人，我打你，打人！我打你，打你，打你！打你，打你！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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打别跟他多说了。不行，去听老板，去听老板。皮冻老板，上药。哦。哦，他妈的，你害老子吗？这你上什么药 ？DDT 呀、啊。这东西灵吗？很硬灵，这怎么不灵呢？这是外国的万应山，什么病都治。您这么大个苍蝇都怕的？好，那么来吧。打人了，老板！什么打人了？外面有一个客人把小李给打了，请老板快去啊！什么？老板！你让我走！对不起，请你等一等。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谁这么大的胆子，到这儿来打架来了啊？老板，老板，你瞧看。给打成这个样子，叫我们以后怎么做生意？
是老红吗？哎，老董。四季人会打起来，这怎么说的？真叫大水淹了龙王庙，自家人不认识自家人。没个混蛋，这准洪大哥。哎，来来来，坐坐坐啊。这怎么说的？我叫他们来给你道个歉吧。不不不不。老二，见见洪大哥。洪大哥，洪大哥，这是小弟兄侯老二。去去去去，叫他们来给他道歉。是。走走走，应该的，大哥。老洪，你什么时候到的上海呀？哎，早来喽。你呢？来晚喽，来晚喽。怎么样，还不错吧？嗨，别急了，就接收了两个饭馆子，三辆旧卡车，来晚喽。哎，你呢？大概很得意吧？哎，弄了一幢房子，还……大概你还没有吃饭吧？哎，来来来来来，关照厨房预备几样菜，我跟洪大哥喝几杯啊！我们喝几杯。咱们官人们可不许心里搁那事不说哟。没有就好，要是有什么告诉你董大，我跟你出气。你的本事没有，要想打架呀，哼，你董大姑不含糊，刚才我们还扎了一架喜丸子来着呢。呵呵呵，没什么小事。小事娘们，哈哈哈哈哈哈，我说的是什么龙的鞋都没有穿，怎么你去收一个太太？哈哈哈哈，对不起老弟，是我可没有办法。哑人说的是，哈哈哈哈。老弟，我看你呀、啊、看开一点，回去认个错，赔个不是，买封小礼儿孝敬孝敬算了吧。哑人说的是，哈哈哈哈。不行，那可不行。哎，老弟，你怎么那么看不开呀、啊？咱们哥儿们什么都不怕，可是碰上娘儿们啊，嘿，英雄难过美人关喽。来来来来，我们喝两杯，喝两杯。
俩人蒙的是哈哈哈哈哈哈脸盆毛巾肥皂、哦、我在记记我要买的东西。嗨，你别记了，我都替你们想好了，脸盆脚盆毛巾肥皂扫帚拖把，哎呀这个家呀别去做麻烦了。可是你不用操心，有我替你们照顾着，从今以后啊我就是你们小两口儿的家庭顾问。太好了，那真是太好了。刘英吃过饭呢，我就陪你们去买。三大公司啊，我都有熟人，起码可以打个八折。当当滴当滴滴当滴滴滴咚哒滴当当啦啦啦咚啦滴滴当当滴啦啦啦啦滴滴啦啦啦啦啦滴。当滴当，哒当哒滴当，哒滴当，滴滴哒滴哒滴。那这丫头连窗户都不关就出去了，你看。哒哒滴哒当，哒滴当，哒哒哒滴当。当滴答滴滴答，答滴滴答滴滴答，滴答答。这是干什么的、啊、这是赵家人他们买的呀。哦，我都忘了告诉你了，我把这房子租给赵家人跟赵太太了。怎么你怎么逗你，你看这真是再合适的没有，是不是？那我跟你说过呀，我上楼去找，我上楼去找。
时候，你别生气，你别生气啊，老红，你别生气，我收了他们顶费的呀。啊，有顶费？多少？你别忙啊，你这个人呐就知道钱。几条啊？人家给了我两只戒指。啊，两只戒指？嗯，两只顶大顶大挺好看的戒指。我跟你说过的呀，要两条，起码要两条。你这个两只戒指，你就可是人家也话剧了呀，他拿了两条金条呢。我不管他有没有啊，这房子是我的，老子好不容易弄了这么一块房子。两只戒指，你就是这么小气。我小气我。我睡觉，他叫什么？人家是演话剧的，又不像你一样会。人家哪出了金条去？人家不过送我两只戒指，我好去换一只小镯子。我小气我。没事了，没事了。哎，啊，王丽堂，我还小气吧？不，你不小气，你顶大方，顶好，你不像老裴。老裴，提他干什么？嗯，那两个戒指呢？什么戒指啊？哎，人家顶房子的呀。哦，我还给人家了。什么？你又还给人家了？是的，怪可怜的，那是人家的结婚戒指，你看我怎么好意思收人家呢？哎，可是你不是说要拿它去换脚镯吗？咦，你看我现在不是有了吗？哎，好好好好，你还给他们也好。小唐，嗯，你去告诉他们，跟我商量过了，房子不能租。什么？你就说先不知道，问了我才知道的，要两条金条。这怎么行呢？这多丢人呢！这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也没收他们什么定钱呢。可是我收了人家两个戒指的呀。哎，你不是说还给他们了吗？可是我答应了人家的。我没答应啊。我答应了的。可是两根金条啊，我的太太。谁是你太太？你去不去嘛？我不去。你不去，我去。哎，不去。你放开你。老赵，我来弄吧。你先到炕旁边把行李起来吧，天边还没黑呢。好了好了，明白了，小刀起来吧起来吧，夫妻们吵
下河这么认真的？谁的男人不去？好了好了，我们楼下坐去，楼下坐去，走走走。就这次打得痛快，那是啊，谁要得罪了我呀，老子不砸锅他不算。对，砸砸，非打不可，不打不成啊，不打了，这批杂种不认识咱们。老板，什么事啊？那位洪先生又来了。洪先生，请他进来啊。打坏了，怎么又打起来了呢？不是，是洪先生被人给打坏了。他现在前边，请你去一趟。哦，哎，老板，哪儿啊？在哪儿啊？洪大哥在哪儿啊？老洪在哪儿啊？老洪，你。老洪，你这是怎么的了？老董，我来找你给我出气来了。你，我叫你买的花，你买了没有？买了。
那个玩意儿你买了没有？也买了。那你怎么会挨揍成这种样子？这个娘儿们就这么凶啊？倒不是这个娘们儿，不是娘儿们，这个娘们儿还有个丈夫。哦，老红，这就是你的不是。人家娘儿们有丈夫，你看，可是他汉奸呢？汉奸还不关起来？是关起来了呀。关起来了，你怎么会变成这种德行？可是他又放出来了呀。他说他是地下工作者，他说房子是他的。好小子，三个打一个。老二，老红，你放心，有姓董的给你出气。老二，来人呐！来了，老板。来了，老板。来了。老赵，胖子，你放心，房东老爷已经答应把房子租给我们了。可是那个姓洪的，哦，老洪啊，老洪早让那个真房东啊姓裴的给赶跑了。哎，放心吧，胖子，人家房东对我们客气得很，他呀还要请我们吃饭，叫他，哦，就是房东太太呀，他已经上街上去买菜去了。哦，老赵，我帮你送去吧。嗯，不用了。哦，这么吧，胖子，你帮着我把行李拿到门口，雇车子好。嗯，也好，等小吴回来了，我们一起看你们。哎，欢迎欢迎，再见了，我老太爷。哎，一道来啊。又怎么了，温老太爷？我不相信会有件好的事情。你们会回来的，你们马上就会回来的。对不起啊。
哎，小鱼呢？好、哦，我太太呢？哎，高高兴兴的。哎，对了，刚放出去，刚放出去，还出去了。那你多吃点。哎，道歉，咱们一块儿出去喝一杯吧。
了，坏了，老张出事了。
班长，我班长，哎，班长，我班长，班长。相安无事啊，这不是再民主也没有了。老董，你说是不是？对，谁要不答应，打你狗儿的。可是那我们住在哪儿呢？我们？哎，这个是谁啊？哎，我这是。他们是我的房客。哎，这又是谁啊？这是我太太。怎么回事啊？这事情越来越复杂了啊！不管他，这个事情都是姓赵惹出来的，我们找他算账。对对对。
对对，什么你们？算了算了，老张，你也别说了。这种房子我也不要住了。胖子，我们还到你那儿去住可以吗？可以，当然可以了，欢迎之至。好，走，老赵，我们拿行李走。走走走。可是我呢？我住哪儿去呢？你们叫我住哪儿去呢？当然住楼上啊。啊不，当然住楼下呀。可是她是我的太太，她是我接生了的呀。哎，好了好了好了，这件事情嘛，也折中办法，马马虎虎。你这位太太，你半个月住楼上，半个月住楼下。放屁！我，赵太太、赵先生，我跟你们一块走。欢迎欢迎。好，我们走。好，已经把他逼走了。要我怪我，接收往哪有连人家太太一块接收的？都这老胡子不好，什么半个月楼下半个月楼下的，对，都是他不好。哎，这他妈才叫狗咬吕洞宾，不识好人心啊你！这是和平路和平村1516号吗？是的。好极了，你是这儿的主任。我是世界社会研究所里的，这所房子已经分配给我们所里了。对不起，我不是这儿的主任。并且这个，那么谢谢。这些家伙冒充名义造谣闯骗，现在查出来了，要他们吃官司去。走走走走走。